我认为在这里面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团队，就是我们的护理团队。我认为你现在认为我们的医生有多重要，我们的护理姐妹们就有多重要。你今天现在都在歌颂我们医生，但是应该是比较完整的说法是医护人员还有广大的老百姓，我们都一起的。所以你们在家里闷也蛮辛苦的，其实我们都是一起在做这件事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